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ustler Casino Live 官方中文站的解说员龙凤，今天给大家带来10月11号的直播集锦，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那周四比较休闲的 Thirsty， 今天这张桌子上中国牌手不少啊，都是老面孔 Superman、 AlexL 神都在，那一起来看看今天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L 神拿到一手圈十红桃，先手加注到200， Superman 拿到了一对 K 做了三败， Alex 一对七直接负掉吗？900都不看翻牌的 Nate 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拿到一对勾，这肯定是走不了的。400一出，翻钱直接干光。Nate 直接推出来啊，都没有五败了。好，那么来看看今天上桌之后的第一手跑马结果如何。一对勾被压制有点难。两次发牌Nate 还大言不惭呢，第一次让我赢就行啊，要求不高，你这个要求怕是有点高吧。 A25 可惜 Nate 没有方片，合牌好，口袋可以稳得很。第二次发牌来条顺子是吧。翻牌勾出来了，但是顺子面也快来了。好吧，最后两张 K 到此，最终合牌一张迟到的十，底池平分，这对于 Nate 来讲已经非常不错了。接着来往下看，这口袋 K 跑 Nate 手里去了，翻钱加注到460，可惜他没看到有人去做三败，而这个翻牌面，可怜的 Nate 刚从一个泥沼里爬出来，又陷入了另外一个漩涡。 P 大夫拿到了三条九，哎呀，到底是叫 P 大夫还是 P 博士比较好？ P 博士比较好听吧。 P 博士拿到三张九啊，选择了过牌慢打，而 Superman 煽风点火第一人，翻后下注500。 Nate 一旦推加注出来，又是一个奔一万的底池去了，一 bet 一 call， 好，博士的加注，这盘面推出2000，有九还是有红桃呢？不好判断。而 Superman 表示：“你们别激动啊，我只是随便开了一枪，没想到你们的反应这么剧烈，我先走了，你们自己玩吧。”Nate 再次喊出欧印，可惜这回留给他的没有十张牌了，只有四张牌。好，看看还能不能出现奇迹。合牌一张圈，转牌一张红桃，对于 Nate 确实有帮助。黑桃就没啥用了。好，这样的话 P 博士赢下这个底池。虽然说 Dr. P 确实是个大夫啊，但是也不排除他可以是个博士，是吧？叫什么都行啊，我是觉得叫 P 博士是不是好听一点。接着往下看 GZB K9 红桃三败做到360，这大金表这哥们儿叫 Cycle， 这发音跟疯子不是一样的吗？虽然说是周四的娱乐局，但是牌桌上大部分人啊打的都还挺紧的，很多脏牌都是不call的。 Superman 90草花跟下来，最终 Alex 拿着一对六也call了，五人池。翻牌360，三张片 ，Alex 拿到了 set 六。别唱了，快下注吧，
超短钩肯定要打的，呼呼，直接 all in。 Ronnie 也是个急脾气，这 Alex 肯定会接的，两张方片的人不会这么着急 all in 的吧。Superman 的顶对走了，顶对跑的还是挺快的， Alex 三条六，这即便撞上同花也有反超的空间。给个镜头啊，给 Alex 个镜头啊。好，又是一个一万左右的底池。来看这手牌 Ronnie 能不能凭借一张方片咸鱼翻身。啊，转牌一张方片，率先反超了河牌，方片竟然还有。转牌，我靠，这么多方片的了，还有。不是哥，咱这牌洗开了没有？麻烦再洗开一点。这让我想起了 Alan Keating 对上内马尔那手牌了。Alan 就想买自己的一张花吧。发了多少张？十多张都没发出来吧？小概率事件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啊！来看这手牌 ，L 神拿到一手 AK， 加注到四百。中位 Superman K 六草花做了三败，这要吃到四败了。两个人后手都还算比较深。牌桌的盲注级别呢，十二十，两人后手都超过了七百个大盲。L 在思考这手 AK 是跟注还是加注，推出四百。Superman 怎么说？这牌还是能看个翻牌的，还是说，我觉得加注吧。或者还是盖掉比较好。不都是中国人吗？说中文不完了吗？我就还十个大板，一堆小板。Superman 这是有想法。All in， 哎呀，完蛋了 ！Superman 牌力被压制了。又要开启跑马环节了，这期视频是不是全是跑马呀？两万的底池 ，L 跟注之后呢，三万出头。你在干嘛？啊，不是要盖牌吧 ？L 神，这牌不能盖掉吧？L 神以前在 Bicycle 也是一员猛将啊，到了 Hustler 怎么感觉走到哪儿被锤到哪儿啊？啊，应该还是要跟住。别吓唬人啊，这牌得跟吧。Oh my god！ 哎呀，好一个 good fold！ Superman 说了一句 good fold， 然后亮出了自己的 K 六。哎呀，可怜的 L 神啊！我还以为这手牌 Superman 肯定是没了呢。再来看这手牌 ，Ronnie 拿到了一对圈，三败做到八百二 ，Nate 一对七已经 call 了 ，Cycle 疯子口袋四也 call 了，翻牌。哇靠！完了，这 Nate 又要凉了。Set 七撞 Set 圈 ，Nate 刚刚跑马才输光了一次啊！我没给大家捡，这紧跟着这手牌，这又要没了。Ronnie 打了一千，底池三千 ，Ronnie 后手六千，甭问啊，这手牌可能都坚持不到河牌就得干光啊。Nate 跟住，要是把这张六换成张四啊，就更有味了。转牌，一张黑桃五顺子面，看看谁先动手。
really worth worrying about in the three bet pot. Rani 看来要动手了。Rani 一动 ，Nate 的加注应该是应声而到啊。2400。欧耶，再见，我的朋友。Snap call from Ronnie. Why? You have queens? Yeah. I think that's it for me. Fuck. Correct reaction. 17,000, 底池。3%的胜算。太难了。看看荷官能不能救死扶伤吧。Close. But no cigar.Nothing there for Nate Hill. Just feel ghosts everywhere. Not now, you. 来看这手牌 ，Alex 拿到了一对 Ace， 三败只是做到了900，有点常规。GoT 拿着一对七 call 了 ，Superman 超人哥 A 九黑桃在考虑是否要入池，这牌可以打。He just calls.好，三人池，底池2000。摄像师不在，镜头也没切，翻牌发出来了，给了勾 T 一个天胡牌面。呜呦，这爽了！黑桃只有一张 ，Superman 能走，但是 Alex 的超对绝对不会客气。打出1200，后手剩3700，这手牌的结果显而易见了。GoT 没加注 ，GoT 怕对手是两张高牌，转牌呢还在过牌啊，让对手来打。Alex 也是中国人，还是个学生，学生哪来的闲钱去打牌 ？Alex 趁上直接推了出来 ，GoT 秒扣。Ace 应该只有一张了，有一张已经在弃牌堆里了。还有一张河牌。这样的话，最终 Alex 是被 GoT 啊一口吃掉。口袋 Ace 翻钱应该打大一点的。继续来看这手牌 ，P 医生呢枪口位，口袋三加注到了120，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好的牌。Alex 拿到一手 A 勾，位置比较差，翻钱也没做加注。翻牌255，两张梅花。L 神拿到一手同花挺牌，打了300。这么下注的话，有人能接得动吗 ？Alex 跟了，哦 ，Alex 直接加注了，这是在演，是演一张五呢，还是演个对呢？打着看呗，底池目前还小啊，这牌 L 神应该不会直接走。虽然说攻对面买花是有危险的，扣下来。今天晚上 L 神输的也挺惨的。又是一路被暴打，转牌黑桃六 ，Alex 的加注被跟下来 ，Alex 自己心里也没底，直接过了。A 嗨可以说是目前来讲最好的牌啊，很容易被反超的，比如河牌的这张草花四，现在牌面单三成顺，而 L 拿到了同花。Alex 有过牌吗？镜头已经给到了 L 神，而 Alex 这边的行动灯啊还亮着呢。好，偷起来了。只不过这底池这么小，虽然说打出满池，这应该也是在 L 的支付范围之内啊。宝格丽的戒指，卡地亚的镯子，我没认错吧？有欠人呐！盖牌应该不至于吧？你要说四张草花盖就盖掉了，三张草花啊，没道理。L 神会怕对手拿到葫芦？不能吧？
不过今天 L 神确实是有盖掉过一手非常漂亮的 AK， 对吧 ？Oh no！ 不是 L 哥呀？怎么草木皆兵了呀？哎。接着来往下看 ，Superman A 勾杂色翻前做了三败，疯子 Psycho 口袋二抓尾跟住 ，Nate 有 K 勾草花也跟下来 ，Nate 现在直接也打短码了，哎呦这深筹码跑马不够输的，运气差，翻牌圈 K 三 ，Nate 拿到顶对 ，Superman 拿到 Nas 顺的挺牌 ，Psycho 离自己的 set 二差了一点点。打五百 ，Superman 打得很轻。话说怎么老是这个镜头啊？摄像师这工资不想要了吗？这还用摄像师吗 ？Race，Nate 用顶对反打了一个1300。看到对手后手没剩多少了 ，Superman 直接推了出来。叫了 Nate 的 all in， 两次发牌，这两个离摄像机最远的人啊，你给拉这么一个镜头，咱看得见啥呀？两次跑马，转牌直接来张十吗？这么过分的吗？哦呦，合牌还是张十啊，差一点点儿。这要把 Nate 发死两次Nate 真要拍桌子回家了，合牌有 Ace 吗？一张四慌得要命 Nate 脏话都飙出来了。如果大家经常看龙凤解说啊，有没有感觉 Nate 在跑马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发死啊？我是有这种感觉。接着来往下看 Superman 拿到一对 Ace，又是这种什么八百九百的三败，说实话我真觉得小。哇，你看看，还是搞大一点吧，这太容易被脏牌跑死了。翻牌面给了 Psycho 一个天同花不说，这还是一个同花顺的挺牌。翻后 Superman 三条 Ace 藏了一下，先过牌 Psycho 打了六百。三成的胜算 ，Superman 需要一个攻对面，转牌一张五，单三成顺了 ，Superman 继续过，这三张 Ace 看得出来，他打的还是小心又谨慎的。摊上 Psycho 打了1400，盖是盖不掉的，跟还是得跟的，这合牌随便一张二一张四啊，都会让 Superman 起飞。好，底池来到6000，来看合牌。一张红桃六。Check check。Psycho， 他觉得 Superman 有可能也是两张方片啊。哇，这他被 Superman 的沉着冷静啊给吓退了，合牌没有下注啊。哥们儿，就说咱这胆儿对得起你那名字吗？啊？好，朋友们，来看这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L 神拿到一手 AK， 翻前加注做到1000，最终只有 PDF 用一手五六草花跟了，翻牌 A34， 顶对对上双头顺的挺牌，翻后 L， 哦。啊，嗯，我就说嘛，我听着喊出的500，为什么是 all in 呢？这没有这么打牌的呀。直打500打得很轻，这 P 大夫跟起来啊，完全没压力。感觉 L 神又要倒霉了。转牌一张勾，对于牌面影响不大。第二枪打还是不打？第一枪只打500，第二枪不能连开都不开了吧？好歹也是顶对顶踢。哦呦 ，L 神太稳了，太怕输了。
大夫也过，大夫还是担心这张 Ace 的。最终合拍又是一张 Ace， 这 L 神总不能独自己落后了吧？如果过牌的话，看到这张 Ace， PDF 会打的。哥尼，你也会觉得对手手里是没有 Ace 的，对吧？还没过牌，这怎么要打价值吗？换我的话，我会更偏向于不打。打六千，哎呦，你指望别人用什么牌跟你一个双倍底池的下注啊？姚神太贪了呀，着急回水啊，他希望对手能有张 Ace 啊，那对手肯定会支付的。想多了，我只能说。好，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今晚的直播到这儿就没了。谢谢您的收看，下周见吧。Psycho played 56% of hands tonight. Ronnie, L, and JT also quite active. Yeah, we'll just do the flip. We'll so play. The stream is still going? Okay. No, we can still finish. L was the most aggressive player pre-flop by far, 28% of hands raised. Or no? Okay. No bumper. Cool. We just play, gotcha, play the stream. I understand. Play the standard. Gotcha. We got two left.And JT and Psycho, the biggest winners, followed closely by L. Nate lost 17K, suited Superman down 11K. I'm Charlie Wilmoth. Thanks so much for hanging out with me on Hostler Casino Live. Okay, this is our action.